声涉水而去的孤独。站住！他娘的！叶老夫人，我们是来带您去见纯容妃的，您跑什么呀？你们根本就不是陛下派来的。前面不远有一处岔道口，分成两条路，一条是比较平坦的官道，但离商阳关的路途要远一些；另一处道路狭窄，沿途要经过一处悬崖，但路途要快上将近一个时辰。走官道。是。走另一条路。夫人放心，这一路上我们对老夫人是以礼相待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疏失。只要夫人交出龙尾神，我自然会将老夫人还给夫人。你们将我阿娘手脚都绑着，让她口不能言，怎么来的以礼相待？还是你为了天下众生一定会不顾自己性命，所以阿娘不能贪生怕死，连累你。阿娘，